教练，我可能再也不属于那个吊带了。白龙的情况是惊恐障碍综合症，是焦虑症的极限表现，发病时必然非常痛苦。队医，我真的不想再跳水了。他是留学生，刚从泰国转来的，叫维特宋恩。跳水我不成啊。你一定能让当年那个白龙回来的。维特，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搭档，拿下全高赛的冠军。你愿意和我一起吗？